这一款它是全牛皮，然后我比较一下，你帮我拿那一双的怎样奶茶色？对，我比较一下两双的面料，面料看，对，因为它一款是合成皮，下面的这个是合成皮，这个上面的是荔枝牛皮，然后它的鞋面的纹路会有点不太一样，所以我近看给你们比较一下。其实拿在手上就有感觉，其实全真皮的它穿起来的柔软度，就是我现在这样拿，我还是会觉得它的柔软度是比较好的，但是它们的版型本身都还是挺的。好，然后这一款它比较特别是它侧面的地方，给你们看一下，它的侧面是有做一个这样子的小小的切角，然后拉链是坐在外侧，是真的让你方便穿脱，可以拉的，不是，就是它除了装饰性，它还是有功能。对，因为你平常如果你这样绑带靴，你非得绑不可，不然你穿不进去，那你每一次都重新绑就会很累。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个拉链在外侧，然后其实很好看。对啊，它就会变成一个造型的效果，然后去搭配它上面切角，整个鞋型就是看起来简单，但是又非常的时髦。这个颜色的底台跟皮料，通通都必须得定做。这都是市面上，应该说全世界就只有我们家有，因为就是我们做了这个颜色的靴子。其实我在做这个颜色之前也没有看过任何在外面有过这种粉杏色的靴子，它是有点奶茶，但是又混了一点粉色调的感觉。然后它底台鞋底也都是有做那种防滑科纹轮胎底，对，然后里面超爆好穿的那个好穿大全配也都有。现在看那个穿短洋的小编，他搭那个粉杏色，他很辣欸，他的腿我觉得很辣，整个比例超级这个走在路上不得了欸，就很瘦啊，这是360度零死角。对，我觉得打造漫画腿系列真的是360度零死角。